你是安怎变安尼做？你将来的资源比同学高较济，家世背景同学甲你袂比的。照你讲，你无可能甲伊当作是你竞争的对象。过去你真仗义，你嘛真愿意甲朋友斗相共。啊，谁让你最近一直针对同学？你甲我讲什么原因？啊，是讲伊做着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？ 还是讲你两个有啥物误会？你甲爸讲，只要你好好啊讲，爸爸一定认真听。你讲啊，最近你真正足奇怪，你变甲安尼，上痛苦的人都是你的父母。我完全会当了解，亲家即摆的心情。 你若是阁有淡薄仔孝心，你就好好甲话讲出来。无啥物误会，我就是无法度接受，家己的早上哦，听袂惯，伊算啥？ 伊原本就是一个要大办的事啦，会有今仔日，有倒一步毋是靠阮爸的？你看，伊两头亲骨，一边赵子金，迄边赵林清，阁孝顺是要六人妹，看用安尼能一步登天。我上看袂起，这是高敌咱身躯边。 可能变起的人，什么叫做高丽兰辛苦病？可能变起的。你什么时阵变到安尼大细目哈？同好的路呢，我看在目睭内。我少年时出来创业，我嘛是安尼一步一卡印行到今嘛。过程中有贵人甲我扶持，我才有今嘛这个成就。所以我今嘛同款，我想要做贵人，我要甲同好斗扶持，安尼是安那？ 这天公地道呢，我敢有对不起你？我想要帮助有心要上进的少年人来创业，安尼我都撑你的肉哦，安尼敢讲会过？阿哥，你要收这个盘档的，来个同学创刊，甚至你感觉甲一定个我拉扭落去，老臭！好，我当作我相信，因为你看袂起，所以你才超过我的难度。安尼我问你。 天启生计，你做假笑无？你家钱落伫咧家己垃圾啊！你即摆是看袂起啥？啊？还是你要讲，因为过档诶，嘛是高地咱是牛逼，要靠咱做生意赚大钱，所以你我咧看袂起，超怪要甲收你。你安怎讲拢讲袂过啦？你上怪可恶是啥？你毋知？你为着要暗砍你做假笑无即件代志，你竟然伤害人未？ 你给我看清楚，伊是高人美，伊是你的某人心上心爱大姐，嘛是你的大姨啊！你哪有迄个面叫人去甲伤害了后，然后伫病院你假神假胆，你叫关心伊的伤势，还是讲你是要较定讲伊是毋是死啊？你哪有法度安尼心烦手乱，甘叫虚伪啊？我特别哪给你机会，结果你一边拢无愿意改口，你要我这尔艰苦，你才甘放心？你。 你把家己当作是包青天，无把当作是情人，把当作是活人。我给你真济遍的机会啊！你无敢一边想要悔改，我若继续威吓你，我根本是死鸟死甲宝地。我无才调教，我有好我教，行，来继续叫。我是你的好心，你讲，你把当作是鸟鼠的鼠。 我无迄个意思。你把我当作是鸟鼠，我嘛叫你三十年的爸爸，用三十年的良心换三十年，多少年？应该三十年还给我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走啊走啊
我就是起死，因为我不甘愿，这是伊欠我，伊欠我。我是安怎爱给你啊？这是我辛辛苦苦打拼一世人赚到的呢。我若是不爱给你继承，你一世五年都摕袂到。这是你欠我，你应该还我。干啥子还我？干啥子还我？你干啥不放开啊？你在创啥？你俩在那对抗你爸？跟你一起的正义，你俩。你妈什么代志？这是曾燕之前下载的软体，会当伫个视讯的港时阵录音录影。无啦，这代志对伊无重要。继续帮我打听。哎呦，我要哪会知影伊走去庙里是要创啥？伊毋是应该伫个签约会场？阮妈去庙的，你跟阿公是安怎？阿罗。我无说你会听到高润妹的代志啦，伊就是要早起跟你对峙啦。好个代，我甲阻挡啊，是我急事哦，甲伊讲昏去。伊即摆好啊，多一下休困，袂去破坏你的好代志啊。啊！那你跟奶奶、你的亲生妈妈，你都唔肯放伊煞，莫怪，莫怪明华今日无来。你连你家己的亲生妈妈，你都安尼动手？你这款精神，我无你这款后生，你唔是我王三好的后生，因为你根本当起这个小天雷。就我知，你是萧天雷的后生了。我逐工拢搁对我家己讲，你是我王三那个后生，永远拢是。你跟我做伙生活三十年，跟萧天雷一点关系都拢无。阿哥，我错，我错啊！因为你龙珠野心，黑天性。总裁，别跟我讲啊！你听我讲啊！丁啊，丁啊，是真尼好个查某，伊车用皇冠中三十年，结果伊甲我无当改变皇冠中，三十年亲生阿爸阿公啊，甲我这尼啊了人，我饲你三十年，我嘛无法度，甲你身躯内面的火烧清去，因为萧天雷，伊身躯内面系垃圾的火，你就是有，你甲伊同款。我真的阴命，赶快报警！你总算蹦出嘴，你讲你有努力。我嘞，我感冒，你用信任啊。为咱知影真相迄天开始，一切拢变。你不是我的爸爸，我不是你后生，甚至严格讲起来。你是我的杀父兄，你早就知道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不是爸的后生啊。无唔对，我早就知影。你早就知影，啊！不过你阁继续，继续是我的后生。
无唔对，我袂用决定要做啥样事，因为你浑浑噩噩，假设恁敢问过我，敢有想要出事？敢有问过我，想要做萧天瑞后生无？因为恁的恩怨，左右我的人生。恁讲你有努力过，我感受袂到。我发现，你甲阮客，我的亲生爸爸，难道见面了后，你的态度就改变了？莫讲到你这个爸爸偌伟大。你的差别待遇，我感受得到。你想哪知影？你讲，这敢对？为你知我身世以后，看到我，都想到萧天瑞对吧？所以，你就看我不顺眼，甚至家对后生的感情。转一个赵尚豪的形象，维护伊，照顾伊，我就是看伊无顺眼，趁这个机会霸占我伫你心目中位置。伊好教训，我就是要破坏伊好教训。你问我是安怎要针对，都是这个原因。既然这么拢讲破啊，以后啊，你爱做像后生啊，你就去做。阮王家以后怎么王胜业这人？王总裁，刚你报案，慢点。是我，我要跟王正义、跟黄冠中教唆商人哄害主游诈欺亲情。黄冠中在这啊，王正义在那啊。你两个现在随着我回来，搞代志，该说清楚。哎，阿伯，不是我，我拢是听王正义命令做代志的啦。哎，快放开他！我会去警察局，绝对袂逃避啊。不过我妈现在昏迷，我去陪伊陪伊。王正义。叫你配合，我不叫做王正言，我叫萧正言，报警才抓我的人，都是你。你动作真紧的，随报警才抓我，你得等你。说出来，就是我报警才抓你。你是报警才要抓我安怎的？